美高篮球一周要事盘点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首先，2025届的新二代双胞胎 Boozer 兄弟率领的发现者队挑战 OTE 联盟球队，打了两场季前热身赛。他们在昨天对阵冷酷之星的比赛中差点上演落后19分的翻盘好戏，但最终还是以71-76落败。最强新二代 Cam Boozer 砍下13分、13篮板、4助攻、4抢断的数据， Kaden Boozer 贡献21分。而接着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发现者又以75-94输给 RWE。 Boozer 兄弟依旧发挥出色，但无奈球队整体实力相差过大， Cam Boozer 拿到20分、10篮板、3抢断、2封盖的数据， Kaden Boozer 砍下21分、8助攻。 RWE 这边超级体能怪 Samuto Zero 轰下17分、18篮板的数据，在一次防守回合中成功阻止 Cam Boozer 的扣篮，还在一个进攻回合中抢下前场篮板，并在 Cam Boozer 头上完成灌篮。这位来自于尼日利亚的选手，身高6尺10寸、208公分，臂展7尺7寸，拥有43英寸的最大垂直弹跳，在2024届是排名前50的四星高中生，已经承诺明年将会加入肯塔基大学。而队中的另外一位体能怪，2024届五星小前锋 Carter Knox 则轰下了26分7篮板的数据。这位以保罗乔治为学习榜样的球员，过去一年受到了无数 D1 强校的竞相追逐，最近他将下家缩小到了4个：肯塔基、路易斯维尔、南佛罗里达和 G 联盟点燃队。对于2025届排名第二的五星高中生，身高69寸、206公分的 Cam Boozer 来说，进入高三后，他接下来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体能怪的挑战，同时同届中也会杀出一些发育较晚的球员，对其发起冲击，所以能和 OTE 联盟这些怪物对位可以起到很好的练兵作用。而身高6尺3寸、191公分的 Kaden Boozer 球商和技巧则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，他现在呈明显的上升趋势，在 ESPN 上已经被挂上了五星，并进入了全美前15名。此外，曾和 Cam Boozer 在25届一时余亮的最强白人高中生 Cooper Flagg 周末造访了杜克大学，并参加了大学开季前的重要活动，疯狂倒计时。 Cooper 出现在校园之后，引起了杜克球迷们的集体欢呼，他们都希望这位与众不同的球员可以加盟自己的学校。 Cooper 2006年12月出生，身高69寸、206公分，上周末在 Geico 全美邀请赛决赛轰下20分、11篮板、7助攻、4封盖的全能数据，率队击败由 Boozer 兄弟领军的发现者队夺冠，用行动宣告自己就是全美最强高中生。而 Cooper 在今夏的 Nike EYBL Peach Gym 的比赛中，则场均砍下25.4分、13篮板、5.7助攻、6.9封盖的恐怖数据，接着决定从2025届跳级到2024届。至于杜克的活动中，校队的老生和新生都做了完美的亮相，并在球迷面前打了一场分组的蓝白对抗赛。比赛中，留校的大二生、明年的选秀热门 Kyle Filipowski 上演一记飞身暴扣，引爆了全场。杜克新赛季第一场比赛将会对上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。除了杜克大学之外，名校肯塔基今天也进行了新赛季开季前的大型活动，并打了分组对抗赛。比赛中，球队的大一新生天才控卫 Robert Dillingham 狂轰40分，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。此外，肯塔基这两天也收到了好消息，2024届最强控卫 Boogie Flan 的承诺，高中毕业后将会加盟肯塔基，再次证明了学校传奇教头 John Calipari 超强的招募能力。哪怕校队好多年都没有进疯狂三月甜蜜16强，但仍然可以吸引到无数顶级高中生加盟，尤其是后卫，往往能在肯塔基效力1到2个赛季之后，以高顺位进入 NBA。而新赛季队中的 DJ Wagner 就有希望进入明年选秀大会的乐透区。最后，受人瞩目的2025届四星高中生甜瓜安东尼之子小甜瓜，周末造访了其父亲的母校雪城大学。他和瓜哥一起穿上了校队球衣，拍了定妆照。瓜哥曾在2003年凭借一己之力率领雪城拿到全美冠军，是雪城大学绝对的传奇。而雪城也是最早为小甜瓜送上奖学金的D1学校之一。兄弟们，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